咁我嚟咗香洲总站呢度。香洲总站嘅公车站对面有个香洲长途站嘅，即系可以搭到去大湾区嘅城市。咁样对面呢度有个茂业百货啊，系啊，呢度就系嗰个紫荊路。咁呢度都好旺下嘅，又有一个通大百货喺附近。咁我就嚟呢度影一影先啦，吓系咁易啊！其实啲百货都系好普通啊。到哪里啊，兄弟啊？到边？而家就咁影下呢区咁算啦，咁俾大家知道呢个香洲总站附近系咩环境啊。同埋喺呢度行一段路咧，廿分钟到咧，应该可以去到呢个阳明广场嘅。由呢個香洲總站嗰度。